哎，糟糕了，我不小心顺序乱掉了，气死我！本来要看神乐的，就我自己顺序搞乱了。收冷好了，我现在不想讲了。然后有那个吗？要先看聊天好吗？等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分享队伍啊？要怎么弄？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玩这个，但是我后来想想，要，虽然他的名字很怪啊，不过我们很像也只会这样而已。我比较好奇是平常没有地狱级的时候。大家要干嘛？啊，帮我去讨论区看一下好吧。啊，帮我去看大家在聊什么。有人说只看聊天是怎么样的什么？这什么啦？其实也不是只看聊天室啦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说你们没有地狱局的时候，要做什么？哎，也不是打打竞技场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白夜搭档是逻辑啊？为什么有人在讨论白夜叉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大家都在讨论白夜叉，哎，什么鬼啊？那我有点好奇白夜叉是谁了，哎。有没有工会成员可以帮我把它标出来？他们说白夜叉组队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 ，sorry。像是新角色呢，本田英史啊。我主要都在看你们的聊天好了。谁是白夜叉？啊？我过时了吗？哎哎哎哎！为什么他们会讨论一只白夜叉？不是啊，他是大奖吗？啊，他大奖，啊，怎么会被标下来？想说怎么有人在讨论白夜叉？哦，大奖鱼在下面，还有我在那边找。